很难过呀，不景气，很多的公司行号不是没有尾牙了，就是尾牙缩水了。结果呢，我们还看到了知名连锁鞋店砸了上千万来办尾牙耶，席开50几桌，当中呢还有很多的抽奖啊，名牌包啊，甚至最高的奖金是57万环游世界，真的是有够大手笔。是太热情，尾牙宴现场就算海角演员只来一咖，还是嗨翻天。知名连锁皮鞋店不景气，还是大手笔砸上千万搭海角热，董事长也亲自下海办茂博过干瘾。最令人兴奋的是这个大礼。名牌包免费送给你，一口气送出210个，价值350万。只是 AAA 仔细看，怎么拿的包还要还？原来是210个名牌包太贵重，全部搬到现场得请保全顾，所以意思意思先做做样子，下次再领啦。啊，咱的目标哦，是明年哦，按算我们36亿哦，成长12%呢哈。57万头奖，小姐开心的蹦蹦跳跳。不景气，不少企业尾牙停办、裁员。再看一眼这些名牌包包，真的让其他公司的员工好羡慕啊！中天新闻副嘉欣、蔡孟真 SNG 小组台报道。